这还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可调查的？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组织、对于革命事业无言的忠诚。守着这么多的金子和银元，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如此的贫寒。陈贵有病，大张有伤。 是孟苏宁肯自己一个人背负这一切，就算积劳成疾，也不肯动用党组织经费的一分一毫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毅力？是信念，这就是信念的力量。我曾经离开过这个群体，可现在从你们身上看到的，让我相信。 如今的共产党人是一群最为优秀的人，是一群为了民众无私奋斗的人。有你们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党，该有怎样的力量和生命力呀？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我家的公司、商行、货站。 经营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，有些甚至发展的都很不错呢。太好了，我早就说过嘛，春晓那么聪明能干，你一定能重新把家族振兴起来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为苏区继续提供物资，今后我们和你们的采购办可以继续合作。 谢谢你们，春晓，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。我代表组织、根据地和军民，谢谢你。你先别急着跟我说谢谢，我有条件。你说。别把孟苏一个人继续留在这儿。 其实我刚才就已经决定了，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孟苏带走。当然还有大张、小远和阿贵，我要把他们一起带走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走，孟苏，我带你去收拾行李。 我哪儿也不去。 就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你先别说留在这儿多苦，你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不放心。还有秋实，你看他刚刚都急成什么样子了。我知道大家的一片好心，可是我也有我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还记得？ 那时候在昆雅女士我们学期脚踏车的事儿吗？还说呢，一提起这个我就生气。当时他明明就是喜欢你，我还傻乎乎的表演这技巧那技巧，想要把他吸引到我身边来。结果呢，他是来了，却直直的奔着你去了。你都瞎说些什么呢？ 我那时候不也是傻乎乎的吗？不过通过学汽车，我倒是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那个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沈木苏，在哪跌倒了就要在哪爬起来。”不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在哪出现了问题，我就要在哪证明自己。 你想怎么证明？是啊，怎么证明自己呢？我不可能总是向别人哭天抹泪，也不可能向每一个人去解释分辨我的苦衷。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用我的工作成绩，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，去证明我自己的清白，证明我是一个。 真正的共产党人，现在长兴大战撤销了。
但是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取代的。你是说，我要把欧达明和袁昌破坏了的长兴站重新恢复起来？恢复长兴站，你一个人行吗？我怎么是一个人啊？我有秋实、大张，还有你跟阿贵，你们不是都在我身边支撑着我的吗？我怕什么？ 宋素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！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啊？我感觉我的血又热了，理想又回来了，就好像当初我们在昆雅，我们唱着歌，喊着口号，热情是那么高涨，精神是那么饱满。你这么说，想起那个时候。 我还真是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初参加革命，只是青春期的激情和叛逆，是和狂热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的。如今对我来说，这段感情早已成为过去，我也已经承受不住现实生活中种种的压力，脱离了革命工作，回归到生活中。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当初是受我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。走到今天，我退却了，而你却把革命当成自己的理想和终生的信念，完全彻底的投身进去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对信仰。 是如此的执着、坚定。其实你现在也很不错啊，经商办实业，造福社会，还开了医院。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悬壶济世，施行善举。你帮了多少人啊？还是不一样。你早已经远远的走到我的前面去了。想当初，你是那么柔弱。 那么胆怯，经历了那样多的痛苦，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，你变了，变得成熟、自信、坚强、勇敢。说实话，我对现在的你刮目相看。我还真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 只是你现在过得太苦了，孟苏，你应该过得再好一点，再开心一点。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所以我并不觉得苦，相反，我觉得很充实，也很踏实。 小雨，我跟你说，小雨，干什么呢？我给你巧克力，没有巧克力。好了好了，妈妈给你，妈给你好玩的。 还有一个，哎，好啊，爸爸在这儿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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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。
给小远的那些东西是哪儿来的？那些玩具、鞋子还有衣服，样式都不行，肯定不是在这个镇上买到的。就算在这个镇上能买得到，你们生活的那么艰苦，哪儿来的钱买这些东西？那苏，是不是欧大明给你们买的？你们还有来往？没有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概是十几天前。他来这儿干什么？可能是因为我被驻扎在镇子附近的国民党给抓走了。你被抓走了？当时，他们一直在到处搜寻着古大章。后来老郎中也被他们打死了。我在山上听到了枪声，就跑回镇子里，结果被一个老百姓给指认出来。 就被他们抓到了兵营，再后来，欧达明就出现了。欧达明是不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出现的？他让我跟他回广州，我死都不答应。我很担心阿贵和大章，我就想赶紧回来给他们准备一些吃的送到山上。 可是我还没出门，欧达明就突然出现了。欧达明跟到这儿来了。他肯定是到这儿来看一看，长兴站是不是真的撤销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还是让我跟他回广州。我气急了，就掏出了那把枪。 我想一枪把他打死。结果呢？他害怕了，跪在地上求我。他说他一直都在找小远，还买了这些东西，说他一直带在身上。说等他找到小远的时候，给他穿上这些新鞋新衣服。你就没下去手，把他放了？我当时被气晕了。 一枪打在了镜子上，他就趁机逃走了。就是，对不起，老苏，你这不是对不起我。 就是，石溪啊，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们了，你们路上当心点。哎，龙苏。 你俩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我们准备走了，这么快就走了？嗯。这么说，欧大明不但放了孟苏，还追到了这儿给小远送礼物，而孟苏手里拿着手枪，却把欧大明给放了。他说他开枪了，但是没打中。其实从孟苏的立场。 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欧达明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而且小远跟欧达明感情也很深。现在孩子失踪了，欧达明也天天在找。要是有一天孩子回来了，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被母亲亲手开枪打死的，你让他怎么面对孩子？欧达明是叛徒，大章，他出卖了组织，出卖了同志，他手上沾满了鲜血。 对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心慈手软呢？这不能叫心慈手软，那叫什么？我也说不好。反正这事要传出去的话，这孟苏以后可就真说不清楚了。孟苏，你刚刚跟秋实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可能。我一看你们俩就有事儿，到底怎么了？不说这个了。
刘大夫，下次见了。好。春晓，你帮我找到了儿子，又不顾山高路远把他送到我身边，你对我的这份恩德，我跟小远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你说这话又太见外了啊！你说人这一辈子啊。 不管遇到什么艰险，也不管生活有多困难，只要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一直想着你、帮着你，你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。有你这个朋友，我知足了。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，我们俩永远都是最好的姐妹。孟苏因为欧大明的叛变已经受到了牵连，已经停止工作了，很多同志都在怀疑他。 而且上级明确指示让他杀死欧大明，他有机会又给放弃了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他一定会认为孟苏有问题呀。本来我刚刚看到那笔完好无损的经费，我以为终于可以证实孟苏的清白了，可是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那你现在心里面已经不相信孟苏了吗？ 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和欧大明叛变造成的残酷现实下，使得周围的一切都要保持警惕。我相信他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。我爸现在有些糊涂了，不过我妈，她经常念叨我。你记住。 不管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，你在广州，永远都有一个家。孟苏，我还是担心你和秋实。真不知道你们俩之间是怎么回事儿。说你们有缘分吧，两个人的关系总是这么曲曲折折。 总是面对那么多的风波、别离，怎么都走不到一块儿去。说你们没缘分吧，不管经历多少风暴的摧折，两个人总也是拆不散、剪不断、分不开，心里一直都只有对方一个人。行了行了，你该上船了。孟苏，答应我。 小远，走，我带你吃巧克力。秋实呢？走了。春晓和卢大夫呢？也上船走了。 孟苏，你真的是太糊涂了。秋实他都跟你说了。记得那会儿你告诉我，敌人把你抓了，后来不知怎么又把你放了。那会儿你的神情就很不自然。秋实是不是特别接受不了啊？换了谁都接受不了。你不知道秋实为了你。
多少人怀疑你，都是他在帮你辩解。上级领导几次警告他，不许他到长兴来看你，可他还是冒着风险来，希望证明你是清白的，希望帮助你早日得到组织上的信任，恢复工作。可他一来就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 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暂时什么都不做。现在秋实的心里一定很乱，让他好好静一静。我想慢慢会好起来。你还相信我吗？要是以前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一定会怀疑你。可经过这段时间我对你的了解，我相信你。 我想秋实的心里一定也是相信你的。只可惜，原本想借着送经费的机会，证明你的清白，想让你回到革命的队伍中间来。可又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我想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再坚持一段时间。没关系，都坚持了那么久了，我可以继续坚持，就让党。 再多考验我一段时间吧。我相信你能经受住考验。什么？他们留下来的，春晓给了5块，秋实2块，一共7块。 秋实啊，真是难为孟苏了，受了这么大委屈，还做出这么大的贡献，哼，难能可贵，难能可贵呀！哎，秋实，是啊，孟苏确实太不容易了。孟苏这次表现这么好，你看组织上要不要借这个机会给他下一个结论？ 恢复他的工作呢？再等一等吧。哎，秋实，你怎么了？你平时不是一直在为孟苏抱不平，说他是清白的吗？怎么了？ 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没事儿。我只是觉得现在形势这么复杂，慎重一点没有坏处。而且孟苏在北湾一直跟交通员接头户保持着联系，可以说一直坚守着白区的根据地，也算是一种工作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只不过呢，孟苏他一个人真的太苦了。 比谁都心疼他。我也希望他真正的能经受住考验，尽快的成长，变得成熟起来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老谷的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可以下地了，但是要完全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。陈贵呢？意识也比原来清醒了，但是他要完全康复。 那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吧。这都全靠孟苏啊，他的负担真的很重。哎，给他留了生活费没有？留了，春晓也留了，比我们留的还多。嗯，孟苏不容易，春晓也友情有义啊。哦，倒是有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在春晓的打理下，汪洋家的公司和商行经营的情况比原来好很多。 他答应跟我们继续合作，为苏区提供物资，真是太好了。
抓起来。 之前不是抓过欧阳启泰和潘卓南吗？当时也不是不可为不恨啊。欧阳启泰身体垮了，退出了江湖，而潘卓南被打死。而现在呢，他欧阳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跟共产党的交易是越做越红火。你说？ 这有什么用抓这个人？长期以来，这条穿越了陆地和大海，并伸向茫茫大山之间的交通线，虽然不断的变化线路，可是始终斩不断、除不掉，使我的一块心病啊，让我心烦意躁、寝食难安。我好不容易把长青站、汕头站给他毁了。 周边的联络站都一一连过断了，本以为就这样，他们就完蛋了，啊，毁灭了。可是这才几天的时间，他们就重新建起了一个交通站，不但建起了，而且还高速的运转了起来，把他们的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向了苏区的中央。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他妈是为什么？ 向上峰交代。你说的那个叛变过来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叫廖全。好，好。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线索，那么我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。 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把廖全再送回去。明白了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这一条神秘莫测的交通线彻底的斩断。云霄，到时候会有一个姓廖的人来跟你联系。好，物资的事情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尽我所能，持续帮你。
春晓，哎，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的。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这些年对于党、对于组织、对于我的支持。就是你别说了，对于对的事情，我们都应该支持。 都应该努力。你是对的，你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。谢谢你，保重吧。我们都要保重。替我照顾好孟苏。我会的。再见。再见。 别紧张，一会儿参谋长怎么问你，你就怎么说。是的，参谋长，这就是廖全。哎，他刚刚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吴主任，还是你说吧。 参谋长，让你说你就说，别紧张，慢慢说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欧阳春晓给麦秋实啊弄了一批进口药，还有设备和器材，准备怎么运送？因为这些器材和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，差不多都是一些洋玩意儿。欧阳春晓呢，在他的颐养院特意找了两名技术人员，一同随这些设备前往江西苏区，以便到了苏区之后呢。 调试这些设备，并教授和使用这些设备的方法。什么时候出发？今天晚上。你所在的交通站是地址站。这么说，你这次来的工作就是找欧阳春晓的下属接货？是。完事后，顺便接上两个技术人员。 你接到那两个人之后，就把他们带到我说的一个茶馆，老欧会带着人在那儿等着你。等我吗？你们接上头之后，就把那两个技术人员干掉。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明白，就是用你们的，不，用我们的人来顶替那两个技术人员。可是，放心，你什么都不用做。 你只要把人带过来，交给老吴就可以。是。二位请。胡主任，这是，来，认识一下。 这两位就是参谋长给你派的技术人员，啊，来，你们两个跟着老廖出发，具体的情况老廖会告诉你们。是，老廖，是不是可以出发了？是。
来，大家跟上啊！同志们，快啊！前方急需这些物资，快！ 快点！是，他们到哪儿？到三岔口了。那边什么情况？一切顺利。好，你告诉老吴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过早的暴露自己，要把这条交通线的路线以及沿线的交通站都摸清楚了。是。 快点！ 这次采办的这批物资，大部分都是进口设备，相当贵重，所以我们在路上一定要加倍的小心，保护好这批物资。
是。好。站长，这位就是技术人员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是从潘院长的颐养院里过来的？是的。哎，不是还有一位技术人员吗？哦，他在外面检查医疗设备。哦。就轻轻闭上眼，忘了沧海桑田。